接，我接我们，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可以的，做得到，对，没事，就是这样。老凯，你说吧。对对对，打个招呼。对呀、啊，对呀、啊，你不得给他们来一张？对呀、啊，来一下，来。啊！哎呦，叫马快点吧！真的是，坐太远，因为离近点，他们看太明显，看那个，需要，来给他打个招呼。跟谁打招呼？跟那个直播间的直播间的粉丝们。前面，好，不能先发言哦，你要 hold 住。对，来吧，我们人与来许个愿吧。对，我们许个愿，好不好？我们要先。要把这个蜡烛点上，有没有打火机什么的？对。嗯，谁有那个林姐，你还挺特别，是生日就过了，而且我们几个人的生日他再看优秀，可以学完了，我学完了劲舞团，好吧，你们学完了，我们这学完了，我们这学完了，你明天回来你得在这里，正好他明天回来学可以带我。好，你的这个姿势不错啊，是吧？万能的。我们再玩，等你回来。还在睡觉吗？前一刻。没，他妆化完成了，你看。还可以。啊，这游戏。别嘞。不是。要不要吃？吃一点。吃点吧。吃了。赶紧玩啊。那我们。今天跟他看不跟他闭嘴跟他对对好，别那我们今天跟他们说一下，跟他们感谢一下粉丝生日礼物通宵练习跟他心碎，真的我们几个已经学完了跟他我明天跟李欣然单独在一起学吧跟他我真学完了